石头塘村。这次调查，我正好赶上张家后人回到老家祠堂，在充满仪式感的礼节中祭拜祖先。祭祖之后的家宴是这个大家族难得的相聚。今年的家宴由张九龄第43世孙张细明和他的儿子张海星掌厨。大多数家族同胞都外出谋生，而郑父子和沈哲留在老家经营农家院。方便照看祠堂。